贴着减碳讯息的地球模型，大家传着马来西亚分会七所人文学校举办书醒 Fun and Fun 义卖会，各种色香味俱全的书食点心让人食指大动。这次义卖会，家长们出钱又出力，既要当大厨，也要站在第一线卖美食，但每个人都忙得不亦乐乎。我们承担的是美味爱心三文治，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啊，促进我跟我师姐之间的沟通，这个合作，我也是很感恩有这个因缘这个机会。很多孩子一知道有义卖会，从两个星期前就开始节省零用钱。我今天早上拿自己的零用钱来去这今天的书醒日来买东西吃，然后钱就可以做善事。我不要杀生，我要茹素。短短两个小时的义卖会代替了平常的静态教学，让亲子们都有收获。其实这个概念很不错，就是他提倡茹素，就是叫我们珍惜那些生命，就是不杀生啊，不杀生那些有生命的动物，也是环保的，提倡环保的一种概念。能发挥爱心又能减碳保护地球，义卖会一举两得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杨韵美、陈怡琳、李建中马来西亚报道。